信中关注了鹿晗的小姐姐，大家都知道他爱上了国家女，现在的关晓彤22岁，自从谈恋爱后气质和魅力都有所提升，衣服也不再娇生惯养，因此每次他出现在活动中都会吸引很多注意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穿着风格。小时候的关晓彤很有灵气，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，现在他长大了也变得亭亭玉立，充满了女神的魅力。这一次她留着黑色的直发，立刻凸显了她的女神风格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状的关晓彤？这次的关晓彤外观也是甜美减龄，外套刻意小于一码，让她的过山车线条很凹，配色球鞋也符合这种造型风格，让她看起来更有活力，更有少女气息。马尾辫发型的关晓彤瞬间减龄，看起来嫩得像个中学生，而且她全身都挺清爽的，简单的运动卫衣搭配不规则的金色短裙，很有运动感，很抢眼，立刻凸显出她的青春活力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关晓彤？清爽的马尾辫发型搭配这件纯色 polo 衫，立刻凸显青春活力，让关晓彤更显少女气息。但看到格子配色的裙子和她下半身搭配后，整体造型凸显出她的时尚气息。工装裤也是许多年轻人衣柜的必备单品，穿上烟雾弥漫的蓝色连身衣后，关晓彤依然散发着饱满的青春魅力，脚上的小白鞋和这件衣服很协调，更有活力。小关晓彤很甜，乍一看鹿晗身上还是有一点凸起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。今天的关晓彤在爱情的滋养下越来越会打扮自己了，你现在喜欢他吗？欢迎分享消息。